师、宋江镇，还有战鼓、武术及杂技，经常受邀至各大活动庆典表演，更获得高雄内门宋江镇大赛冠军。2023高雄内门宋江镇头大赛，国立台南大学民俗队勇夺第一冠。本日参演，谢谢民俗中心蔡宗信老师带领团队，指导老师蔡俊仪导师，队长体育三陈柏凯，并请与会同学与市长掌声欢迎台南大学民俗中心表演。国立台南大学民俗队创立于1992年，推广中华民俗体育的文化精神及民俗技艺的传承为目标，以此进行长期的训练，并将内容拓展至多项民俗传统体育，包含舞龙、金狮阵、古阵、舞狮、扯铃、武术等多项技艺。本校民俗队常受邀参与各项大型活动及庆典表演节目，并曾代表台湾出访新加坡、澳洲、日本、夏威夷等地。这次表演项目传统南狮，主题罗够皮民用打缸，喝醉酒的醉狮登场，听到锣声受到惊吓醒来，最后跳上供桌查看四周，发现有桥、山、河。下供桌后见到河里有东西在游动，近看发现是一条鱼，又见到旁边有个大锣，却没有看见敲击大锣的锣锤。为了找回锣锤，狮子开始去寻找，转身跳上供桌，又见到对面有一座桥，但不知道如何让桥掉下来。环顾四周后，发现河堤旁有流星球，将其举起摆荡，将桥拉下。此时受到惊吓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过桥，之后取到锣锤就往回走。到下供桌后，就将锣锤带回去，并敲响大锣。敬请与会同学与师长掌声欢迎台南大学民俗中心表演。